茫茫股海，味觉难清，如何精准掌握趋势，寻求最大获利契机，让股市甜心指引您成功的方向，获利自然能微笑降临。欢迎收听股市甜心。枪在我们的肩上，股市甜心的节目，我是品化，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分析师刘云熙刘副总刘老师。甜心老师你好。品化好，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云熙老师哦。亲爱的好朋友，每天准时收听节目就是您必备做的功课咯。上个礼拜老师告诉你盘会撸来撸后越来越好，我们的作战计划早就拟好了，给那里礼拜一好了，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今天礼拜一，哎呀呀，老师盘就像你讲的一模模一样样，盘真的是越来越好咯。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就强了呢，开盘不到半小时就锁死死会飙的股票几丢丢后啊，好好赚哦！恭喜全国会员啊！陆战队怎样啦？
今天开盘哦，真的是开心啊，真的好开心呢、欸。因为啊，海军陆战队哦、嗯、这一档啊，上周我是带我全国的家族朋友们，是的，我就说过低档卡位嘛，低低的进场，没错，人多的地方不要去。不要去啊，我怎么做，我就是怎么说嘛。就今天一开盘哦，嘿那还没超过十点呢、欸，嘿那大概才九点半，嘿啊，半小时之内呢。会员说他眼睛都还没搓醒呢、欸，他又是被我们的涨停板叫醒的啦。对，会员今天说，哎呦，太开心了哎、欸嗯，我在家被小孩吵了一个礼拜，我现在真的老师，我今天突然觉得小孩是天使，小孩怎么那么可爱呀、啊？恭喜大家啦！卢大卢怎样了？所以我常说吼，最好的准备你随时都要做好，没错。所以我上个礼拜一直在邀请大家，有我说我们的作战策略早就拟好了，有啊。盘势我也告诉你会越来越好，是的。盘我已经帮你摆一边了嘛，有。我强调会越来越好，而且我一直跟你强调会利空钝化嘛，有。好，所以呢，我作战策略拟好以后，你只要跟着妍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光看近期好了啦。嗯、上周金居有没有很好赚？好好赚呢、欸！智星，我们的欣欣向荣是不是也都赚得到？快很准的赚。好，我提醒大家动作要快的时候，我就说我红包一定让你一包接一包。所以我上礼拜一直跟你强调哈，就算你错过了金居，嗯，就算你错过了智星，要不要赚红包？当然要啊！还有没有机会？当然有。如果你在我身边、嗯，一直都有机会、啊，是的。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就带全国会员低档卡位、嗯、啦来哦。你今天一定很好奇，老师，海军陆战队到底是谁？你说他涨停板也买不到，老师他锁了2万多张呢。我告诉你，来、哦，你可能不知道是哪一档，对啊，是谁？是谁？来，我先点一下哈，今天的盘中啊，你可以看到陆运。嗯的股票非常强，有物流类也非常强。那这个族群就包含宅配通好了，像宅配通一开盘就冲出去了嘛、嗯。有，你要看到疫情，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呢，可能我要出门，本来要出门采购的，我现在干嘛、嗯？我直接叫宅配啦。对啊，叫宅配啊，网络订购就好了。就像我自己，我一直告诉会员说不要出门，嗯、要买什么都直接用网络订，对，没错，让他直接寄来、嗯。我们要配合一下，对呀、啊，对，我们要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所以你看到宅配通冲出去，有。那个大荣、嗯、家里大荣也冲出去、嗯，这是物流的。对的，再来中贵，对，2613也冲出去。龙运这是长龙集团下的公司也冲出去。是的，再来5603的陆海也冲出去。哦、嗯哼。我这样讲完了，你知道我们的海军陆战队是哪一档了吗、欸？只有一个陆哎、欸，就是陆海啦！恭喜全国会员啊，开心赚涨停啦！开盘没多久直接锁哎、欸，锁的死死死！所以我上礼拜一直告诉大家作战策略后、嗯、都拟好了，有。对啊，你看今天如果你早一点来妍希身边、嗯，我说这种机会在我身边，对啊，天天都有啊，随时都有。你上礼拜如果在我身边的话，你会觉得哇、嗯哦，一开盘飙。出去的感觉太好了，舒服、哦，这个就让你感受到了，你看哦，股票要飙，对，十头牛都拉不住，都拉回来吗？没有哦，而且重点会赚最重要，当然咯，我从来不带你乱枪打鸟的、欸，而且擒贼先擒王、啊，当然，所以我常说后资金你要放在有效的地方、啊，没错，所以我说，哎呦，我的认真其实你真的不用讲，你看我的动作就好，我恭喜在啊，我是卡喊完恭维。一款，嗯，要么哥他喊蛮恭维，我们就实在的做，对呀、啊，就实实在在了，对不对、嗯？那我上礼拜一直提醒大家，你要想一下哈、嗯，怎么样让自己不出门，嗯，还有收入，哎、欸，对，那你套回股市啊、嗯，怎样是不出门还可以赚钱？货运 啊，我不用出去买，他要送啊！哎，对呀、啊，对，不是同样我都跟你预告了吗？欸、所以好，那你看哦，怎么样让自己不出门、还有收入？我上次就告诉你，上礼拜告诉你是股市，对的，股市是最好的投资管道。那你今天是不是就看到了妍希扎扎实实的获利？乌啦！对啊，所以我常说哦，你不要。15000啊，不进场。16000啊，也不进场。之后喷到17000，再来问我妍希有什么股票，还能不能进场？来，我现在再来跟你说，像你记得吗？上个礼拜我说过后。台股是回落的，当台股回落的时候，很多股票是很便宜的。那本益比哦，是不到10倍。这个我记得我在上礼拜的节目
月中的节目讲得很清楚，有，因为当大盘在做回落的时候，一堆人都叫你绑手绑脚，叫你保守，我说你那个时候要增加本质学能，你要去找什么东西是财报的绩优生被错杀，是的，我是不是之前我一个礼拜的节目花哦，一个礼拜多的节目来告诉你，每天都在节目当中。我拿敦泰 啊，记不记得？有我讲敦泰，你看敦泰就知道了。来，你今天把它敲出来看，今天敦泰涨停板。不啦，可是呢，我是现在才告诉你要注意它的嘛。不是哦，我说我问你啊，敦泰好不好？好啊，当然好啊。你记不记得我说过，今年有机会赚20块、嗯，有机会、嗯、是本益比不到10倍，便宜。我月中都讲了哦、嗯。有，那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假设股票在回落的时候，没有人像妍希这样告诉你的话，你知道它好吗？你只会害怕。对呀，所以我说后股票在回落的时候，你要去寻找它的价值嘛。那你今天看到它170直接拉到涨停板193，轻松啦，开心赚啦，好好赚哦。你光讲这一支后，我们是去年对。赚到今年，乌啦！去年我们买在50块附近哦，是的，一波是385个百分点，重点还股价翻了4.8倍。那你可以看到它今天又从170直接拉到193，那你是不是早一点来我身边，天天有机会可以赚？哎、欸，当然喽。好，那你再看回来陆海，好，陆海今天也锁死死的，有啦，嗯。需要很辛苦的赚吗？不需要。为什么我这样讲哦？你上礼拜在我身边的话，你轻轻松松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但是你今天想要去买，不是那么容易耶、欸，买不到。今天锁了多少张啊？排队排多少张啊？2万多张呢？24521张排队买不到，买不到哦！哎呦，恭喜全国会员啊！如胆如怎样、啊？我们又开心，我们又轻松，所以我这里提醒大家。机会是不等人的哦，想要跟着我们这样一档接一档的赚的好朋友就轻松跟上咯。家的好朋友在任何的盘势下跟着甜心就是轻松赚，在甜心身边让你没烦恼。上礼拜甜心又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礼物哦。在疫情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要共体时间，老师也拿出他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轻松赚的企划案，让你的会籍会费完全没有问题。跟上甜心就是轻松获利，跟上甜心轻松操作，跟上甜心轻松赚，来轻松赚企划案，广告时间就留给您打电话喽！快进广告喽！02663032370266303237，恭喜老爷，贺喜夫人，恭喜我们的全国会员好朋友，在甜心老师的带领之下，一个礼拜的开始，今天礼拜一，手中的股票继续赚涨停，恭喜老爷，贺喜夫人，我们的海军陆战队5603的陆海，让大家有没有赚得很过瘾？今天一开盘不到半小时，就锁在爱的锁链当中，锁得紧紧。亲爱的好朋友，我们的海军陆战队它就是5603的陆海，今天节目当中甜心直接大公开啦，上周跟上甜心的好朋友们有没有带你买好买满买齐，给那里礼拜一继续赚宝赚满啦，红包就是满满满，红包就是一包接着一包，会有好朋友真的是太幸福了，跟在甜心身边早就买好买满买齐，今天我们的陆海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早就锁在爱登锁链当中了，有钱也买不到，排了2万多张哎！但是我们的会员好朋友早在上个礼拜在甜心老师的带领之下买好买满买齐，本周就是给他赚饱赚满啦，跟在甜心身边包还包了，跟在甜心身边红包一包接一包，早早跟上的好朋友上周有没有让您快很准的赚，金居有没有快很准的赚，我们的智星有没有很好赚持续赚，再来我们的海军陆战队陆海有没有让您开心赚涨停，强势的锁涨停，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强锁涨停板，而且一路锁到底，开都没开过，所以亲老朋友你会发现到甜心老师挑选出来的标股就是标股中的模范生，就是标股中的标标股，想要持续轻松赚，想要持续开心赚的好朋友们，把握轻松赚专案，会籍会费给您完全没有问题，防疫期间共抵时间，老师拿出他最大的诚意让大家都能够轻松跟上，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
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2-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华冠投顾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便利性、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NE 的置顶您会了吗？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现在快速教学60秒。苹果手机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往右滑，出现一个图钉图案，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如果是安卓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长按对话框，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置顶就是这么简单，老师的财经节目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赶快置顶吧。精彩节目开始咯，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亲爱的好朋友，跟着甜心赚钱没烦恼，跟上甜心呢，让您的赚钱天天开心。老师真的是十项全能，不管是大波段的股票，像是敦泰啦，一波飙出了385个百分点；雅信啦，一波飙出了260个百分点；建通一波飙出了190个百分点；金鸡独立的金居、励志、大田等等这些标股，足翻不及备赛，快很准的赚，也包括了上周乌泰牛宝、问你自新、问你。我们的金鸡独立的金鸡，还有这一档陆海，我们的海军陆战队，你可以讲海陆大餐、欸。我之前讲海陆大餐呢、欸，对啊，其实取名字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学问，学问啊、我就很想让投资朋友们很清楚的就知道，对，那盘中一贴出去，大家都知道是哪一档了，这样感觉很好，尽、啊、量剧透。海军陆战队代表老师的作战计划很周全，海陆大餐让大家赚得很饱啦，对，可以去吃大餐，对啊，我现在叫。大餐回来吃，哎，对对对对对，好了，我们看回盘中啊。好，今天我说了嘛，是陆运跟物流类很强势，那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是后疫情生活，对，没错，后疫情时代生活会用得到的。为什么？我们举例一下好了，像龙运，2607的龙运，它是主攻像陆海空货柜的这些仓储，而且它还有开发像桃园航空城，而且龙运是长龙集团下的子公司，那你看到它今天也是涨停，有好，你再看到中櫃，我帮你比较哦。你看到中櫃，它本身2613，它是海上散装跟陆上的货柜，它有从事，因为它是做像码头的一些货柜装载，跟内陆的货柜集散。对，那像这个，它是国内比较大、比较具规模，因为中櫃是前几年以前交通部出来就是。号召一些公司一起成立的，好，那你可以看到它是国内巨追比较规模的，像货柜集散的业务。对，那你再看到陆海，陆海它除了货柜运输、仓储业务，它都有，它有特别的东西。我常说我的眼光跟别人不一样啊，对不对？我一定帮你擒贼先擒王嘛。是，不一样在哪里？来，陆海它还有重机件的运输跟吊装，还有加油，还有天然气的业务，还有不动产的租赁。这些后我们来做个小总结。好，不动产的租赁我解释给你，这叫什么？处分。
土地资产，这是不是会有业外的获利？好，那业外获利你看到它这一块是非常赚钱的哦。那好，陆海还有一个特别的在哪里？因为你总是要跟别人不一样嘛。妍希常告诉你，擒贼先擒王，你要去找的是唯一，没错 ，only one 的。来，我问大家，今年近期啊，台湾是不是动不动就缺电啊？对呀，跳电啊，有啊，这个我就不想讲了啦。可是就是有这个问题在，是啊，对不对？好，那陆海哦，它是全国唯一一家，听好哦，唯一一家具有风力发电组运输能力的公司，它可以做风力发电组的运输。那换句话说，是不是他做的东西跟我刚才告诉你的龙运跟中贵，是除了龙运中贵有做的以外呢，他还有自己运输风力发电的能力，没错，这是重机件的运输吊装，这是全国唯一哦，可以吊装重机件的公司哦。那我现在来讲个总结，好，是不是告诉你本业也赚，有业外有赚，有，好，是不是告诉你我除了本业会赚以外呢，我缺电也赚，有，是不是告诉你我除了赚货柜运输这一块呢，不小心缺电，哎呦，我还是赚，哎，对耶，365把刀刀刀都锋利啊，就是这个概念嘛，所以我常说妍希帮你擒贼先擒王啊，我们资金就放在最有效的地方，上个礼拜我们买在二字头，哎，先。开盘没半个小时啊，是啊，哇，锁在爱灯锁链两钟，没半个小时就收盘的感觉好不好？舒服，没半个小时就去看小孩，哇，小孩今天变天使了。上礼拜哦，上礼拜没有这么可爱，今天好可爱啊！恭喜全国会员啊，今天又赚涨停了。好，再来，我要提醒大家，我说过吼，尤其是上礼拜，如果你够认真的好朋友就知道。盘势在回落，我一直带你去做功课。我一直告诉你吼，盘势回落，你一定要去聚焦吼，产业有前景，财报绩优生，尤其是第一季的财报都出来了，对的，对不对？好啊，所以我就说，来，朋友是老的好，是记不记得大田呐？啊，记得啊！哇，大田财报下叫，哎呦呦！哇，你看到大田哦，前一波我们是赚60个百分点嘛？好，那近期股价回落，对不对？来，股价回落的时候，我一直提醒你，你不要去忘记财报绩优生。为什么？因为产业没有变，对的，产业没有变，前景没有变，尤其是像高尔夫球，我说过这个产业今年是没有淡季的，没错，记不记得？有记得哦，这个我前面都讲很久了。是的，来，你今天看到它也涨停板啊，不就是又涨停板，又涨停板啦，锁涨停啦。那我是不是告诉你，妍希就喜欢老朋友，老朋友，是啊，老朋友了。你看金居，我是不是老朋友一直赚？有来回赚，上下赚。就像你看哦，金居从去年赚到今年，我操作就不想跟别人一样啊。来，我现在给你一个心态，之前叫你买金居，你皮皮刷，嘿，来。上礼拜哦，叫你买陆海，立马皮皮抓，皮皮抓，你会不会觉得，哎呀，好可怕哦？皮皮抓，疫情一直在烧，是啊，妍希，你真的要买吗？你有没有发觉，你买在皮皮抓的时候赚最多？有哎，你有没有发觉，你买在皮皮抓的时候，你赚的钱后就是比别人大桶？有。你有发觉你买在害怕的时候，你就是赚得很轻松，有扎扎实实的获利，恭喜全国会员啊，撸贪撸贼啦，今天通通锁在爱的锁链，开心啊，真的轻松赚，对啊，所以我常说吼，你一定吼该动作的时候要动作，你不要说吼在15000你不进场啦，上礼拜15159，你不进场，好了，冲到16000，你还在等，哎呦呦，还在看，嗯，然后呢，我在这里已经预告，我不是今天才讲，上次也在讲了，假设碰到17000了，你再来问我买什么股票，你不觉得你会少赚非常多？当然是找来赚最多啊，所以怎么会吼要等呢？不需要赚钱吼，根本就是不需要等，不需要等啦，比速度的啦，对啊，那比速度，你看妍希的动作就好了，我们不用多啊，股票不用多啊，会飙会赚比较重要，没错啊，对嘛，所以你上个礼拜有来，哎呦，今天吼。
今天就有客户说，哎呦好加载哦，妍希，我上个礼拜后赶快把我以前的吼那些没有用的会期啊全部往外掉啦，都全部换到妍希老师这边啦、啊、哎呦好开心哦，轻松赚啦，一来我们礼拜一就是好的开始，是啊，成功的一半嘛，没错的，对啊、嗯、所以我常说吼，你永远吼要有这种积极正面的心态，赚、嗯、钱永远不嫌晚，是的，只要你动作跟得上，没错、啊、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档接一档的好朋友轻松跟上咯，亲爱的好朋友，跟上甜心，让你动作后操作简单，让你获利轻松，跟上甜心轻松赚，跟上甜心轻松获利哦。那么在防疫期间供体时间，老师拿出他非常大的诚意，为的就是希望大家哎宅在家里还能够继续跟着甜心轻松赚，来把我们的轻松赚专案汇集汇费，让你完全没有问题，更多的优惠广众来告诉你咯。节目中呢，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品话，幸运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哦，快快进广告02663032370266303237，会员好朋友真的是太幸福了。今天一早开盘不到半小时的时间，我们的海军陆战队表现果然超强。我们的5603的陆海，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强锁涨停板，而且一路锁到底，开都没开过。甜心的选股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甜心的眼光就是与众不同。所以，亲爱的好朋友，你会发现到跟上甜心操作好安心，跟上甜心赚钱好开心，跟上甜心获利好简单。你看，你早早跟上了好朋友，上周快很准的赚，我们的金居有没有很好赚？我们的智星有没有让你持续赚？让你的红包就是一包接着一包，在任何的盘势下，甜心老师都能够让会员好朋友轻松赚，这就是专业，这就是本事，这就是真功夫了。所以，请老朋友，在疫情的风口浪持续的延烧之下，跟上甜心就是持续的赚。想要轻松赚、轻松获利、开心赚的好朋友们，把握轻松赚企划案，让您汇集汇费完全没有问题，给你最大的诚意，给你最大的优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轻松跟上甜心，开心获利。来，轻松赚企划案02663032370266303237，零二六六三零三二三七，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台股投资。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在华冠，荣华富贵跟着来。华冠投顾刘妍希副总，扎实的分析能力，精准的解盘技巧，快狠准的操盘手法，将趋势当永远的情人，把损失当最大的敌人，让幸运成为您的实力，把获利成为您的习惯，带您与获利谈一场幸福的恋爱。速播股市甜心幸运热线02663032370。02663032370，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勇者的背后需要有力量的手，正确的投资需要智慧的头脑。华冠投顾积极为您找寻财富方向，台大商学博士研究群带领，坚强的研究团队，专业的投资阵容，带您解读数字里的真相，轻松打开财富大门。速播智慧热线02663032370。6630-3237，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想一手掌握满满的及时性、便利性、服务性、最优质的股市理财资讯，现在就来到股市甜心 Line It 生活圈，给您 ID 小老鼠 LUCKY 777，小老鼠 Lucky 777。股市甜心 Line 的生活圈，直接搜寻，直接免费做加入。华冠投顾登记104金管证字第009号。股市甜心 Line 的置顶，您会了吗？还不会置顶的好朋友，现在快速教学60秒。苹果手机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往右滑，出现一个图钉图案。按下去就置顶成功咯。如果是安卓的朋友，打开您的 LINE， 先找到老师的对话框，然后长按对话框，出现选项后找到丁选，点下去就完成置顶啦。置顶就是这么简单，老师的财经节目
好康资讯不怕找不到，置顶后就再也不会错过了，赶快置顶吧。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投资人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